早上奶奶，早上先生，你哋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个名叫 Turyatmi， 我今年33岁，我身未高，我读书到中学毕业，我结咗婚，我有2个小朋友，8岁女仔，当2岁女仔，我身高155厘米。我体重46公斤，我系一女人，我已经做嘢喺台湾3年，照顾婆婆83岁。我唔惊狗，我唔惊猫，我唔识煮肉，但系我可以煮猪肉。我识蒸干蒸屋企，西参、冬参、米松、椎松、苏爹、麻爹。我识煮中国松胡子。蒸鱼、蒸鸡、蒸排骨、煲肠、煲粥、周菜。我识照顾 BB， 照顾小朋友，当照顾老人家。我想喺香港做嘢，人为我想揾多啲钱，俾我嘅屋企人同我自己。我希望大大先生将我做工人喺香港。如果大大先生即我做工人，我会好好做嘢，落实听话，唔会博最多坐有2年合约。多谢大大先生，再见喺阳光，拜拜。